单亲甲新住民家庭以及阿公阿嬷请养的囡仔，往往因为欠缺家庭照顾的能力，去影响到囡仔的健康发展。所以，第三镇的中嘉社区就特别开办儿童课后的照顾班，让社区来代替无闲做事的家长甲弱势家庭陪伴照顾小朋友，嘛借此会当减轻因家庭的负担。那我们先把这些的粘土都先把它放到旁边，先让它干一下。指导老师提醒大家，做量准的时阵一定要注意的所在，嘛透过影片让小朋友会当更加了解。虽然是利用放学了后的时间来社区活动中心上课，不过每一个人都是相当认真投入，一点啊都未感觉无聊。因为就是放学后可以做美劳，然后就是功课也可以有同学一起写，就是很开心。来这边可以跟同学一起写作业，然后还有老师看作业，他们就很快乐啊。每次来的时候就会跟我问说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啊，我们今天的劳作要做什么啊，然后蛮期待的，就很快乐的说希望我赶快做劳作这样子。又感谢区内面的儿童下课了后无人陪伴照顾的问题，第三镇中嘉社区参加卫生福利部的福利化社区大基金计划，是特别开办课后照顾班，课程内容就包括功课辅导、在家学习以及户外课程等等，多元丰富的内容，就是要让囡仔会当快乐成长。爸爸妈妈哈啊，在外面工作哈啊，都很晚才能够回来照顾小孩，所以说我们中吉社区哦，办理这个课后照顾陪伴陪读啊，让这些下课的小朋友能够有地方来参与学习更多样化的课外活动，能够把他所争取到的经费呢，愿意提供给学生来做我们社区国小课后陪伴班的这个活动，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，也让我们的学校和社区还有家长这一块能够做出连结，造成亲师生三赢的一个局面。囡仔的成长就干那一摆，不应该受到家庭照顾功能的欠缺，影响到囡仔的健康发展。所以中嘉社区就提供课后照顾的服务，希望透过陪伴和关怀，来增加儿童学习的成就感和自信心。记者王祖如采报道。